哇，还有垃圾。然后里面有什么一堆？这应该是女生住的，头发都好长。哇，你看会发亮，墙壁水柱。这里到谁住啊？毛那么多、啊。哇，我爸看到这一段应该会感动吧。没有做过家事。今天要干嘛？还是今天的非常好玩。好玩啊！玩水的。玩水。听起来超不妙。洗碗。不可能，洗碗还好，就是几个碗而已。昨天的任务，我们就是洗屋顶。哦。洗屋顶哦。还有房间。我要清洁房间。对，那你就洗屋顶，我整理房间。不行。喂，需要帮忙吗？这是怎样啊？怎么这样？哇！喂，你们这样子一天哦，就等于全部，而且你这样全部转一次耶。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回来没有经验的时候，我们整房客人退，我跟姐姐都整理到两三点，也是很真的很忙，事情很多哎，所以必须要自己对民宿本来就是有兴趣的。来刷子给我，那边，你已经弄完了？没有，我刚拆完床被子，有点累，休息一下。哦，天哪！这上面还有一些这个什么，比如说杂草类的，我要把它清掉。哦，焕然一新呢。哦，还好这个水的这个力道够，我一定要让小雨觉得我来这边哈，真的让他值回票价。都会让他第一次打扫屋顶吗？对啊。从来没扫过，哇，好干净哦！你看，哦，对不对？哇，我真的是打扫的一块料哦。不要主持了，以后来开一个那个清洁公司好了。干净了，我觉得可以验收了。哎，刷到会发亮了，你看一下。是是是，你的墨镜借一下。来，有没有？有 OK。很久没看到那么光亮的屋顶了吧？是 OK 吗？有没有100分，也有98分，也有98分，有 Yes。好，那你可以去支援一下尾鱼。尾鱼，多重工需要我帮忙吗？我需要他洗厕所。哇，还有垃圾，里面有什么一堆？这应该是女生住的，头发都好长。哇，你看会发亮，墙壁水柱。这里到谁住啊？毛那么多、啊！哇，我爸看到这一段应该会感动吧？没有做过家事，我爸应该会哭啊！说你怎么了 ？OK， 来拍一下，挺一下下。我来确认一下下哦。我不小心又看到。我觉得基本上，我怕他会爱上我，因为我们毕竟要对他献殷勤嘛，我会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就把他安排到，让他会觉得哇，这个男人太贴心了，一定让他觉得哇，来到这个关山真的舍不得离开。欢迎光临。所以刚刚看到你们特别这么雀跃，我有点心情没办法平复。